小梦怎么还没回来呀？妈，咱不等了。小梦还在医院呢。小梦在医院陪那个王先生呢。那医院里不是有医生跟护士吗？妈，先吃饭，要不然饭菜都凉了。这一走就这么一整天，你们也不心疼啊？吃饭，吃完了饭，我上医院去替他去。 妈，一会儿我去医院，你早就该去。我下午去过了。您知道我不吃辣的，哎呦，啊，这么真辣的，辣死我！哎呀，没事。中午您说菜太淡，没有味道。 晚上我特意叫厨子放了点辣的。哦，这还是我不识抬举了。妈，您这话是从何说起啊？现在这个家，还不是您说了算啊？哦，这等不及了，可惜我这还没死呢。妈，少说两句啊。我在顾家当媳妇儿那会儿啊。 可不敢跟婆婆顶嘴，三天了，你看见了吧？你看见了？敢给我脸子看啊？你是不是也烦妈妈了？啊？我看你也是学坏了，你。 你也没吃饭呢，不吃了，气饱了。你妈见我第一眼是给我挑刺儿。她年龄大了，有些话呀，别回心里去。她那样说话，谁受得了？要不？ 我再找个房子分开住。这也是我的家，我干嘛要搬出去？我好歹也是您没争取的抗战夫人。啊，你们啊，随便啊，我去医院接女儿去了。啊，下午小梦跟我说了，想明天把王先生接回家里来养伤。 顾小梦为了老潘，每天往返医院取药换方。这一切，依然昏迷的老潘是不知道的。还有一件事，老潘也不知道，就是顾小梦接着每日往复医院的途中。 悄悄替老潘看望他的儿子，顾小梦看来，满足老潘的心愿，也是让他尽快康复的良药。虽然老潘现在的记忆里已经没有了这样的概念。志宽，志宽，志宽，再见，再见。 还认得我吗？我是小梦阿姨。<笑>你看，你给你带什么来了？新书包。对呀，新书包，喜不喜欢？喜欢。是你爸爸托我带给你的。我爸爸现在在哪里？他爸现在很忙，不能来看你，所以托小梦阿姨先把书包送给你。我想爸爸。 知道，爸爸也很想你，快来看你的好吗？小梦阿姨走了，再见，再见。志宽，
刚才你跟谁说话？一个阿姨，她说爸爸让她看我，还给我带了个书包。你醒了，我自己来。你别动，别动！上帝保佑，你总算活过来了。小梦为了照顾你，三天三夜都没合眼了。无意乱讲，我可没乱讲。你刚到我们家的时候，突然发高烧，小梦怕你死掉，眼睛都哭肿了。你别再说了。好好好，我不说了。哎呀，大清早起来就哇哩哇哩。哎，王先生，烧好了。菩萨保佑啊！呆子，这是我奶奶。今天早晨我还求菩萨保佑你早日康复。谢谢奶奶。菩萨真的显灵了。明明是上帝保佑，我昨天还去教堂请神父为王先生祈祷呢。就是菩萨保佑，菩萨和上帝都保佑你，呆子。接回来了，这任务我没法完成。什么意思？那顾小梦不仅整天的守着，还把老潘接到家里养伤，我根本就没有机会。那你就时刻关注着，虽然我们不清楚顾家是什么情况。但绝不能让老潘有任何的危险发生。呆子，伤好以后你打算去哪儿啊？我不知道。啊？那我怎么办呀？那你怎么办？我就更不知道了。无论你去哪儿，我都跟你在一起。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我要去哪儿。那就哪儿都不去。那你还和我在一起吗？呆子，你又犯傻了！我告诉你，今生今世我们俩都不会再分开了。是，今生今世我们俩都不会再分开了。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我当然知道，我愿意娶你做我的老婆。但是你父亲，谁说他不喜欢你？这次救他的也是不行，但是他们的血都是一样的，早就是一家人了。可是他虽然救过我。但他不会同意我娶你的。我的事儿我自己做主。我想还是征得你父亲的同意之后再做这个决定。你反悔了？我没有反悔，我只是不想因为我的缘故你和你的家人闹得不愉快。我知道你是一片好意，但是这一家真是麻烦事。别像我一样，连自己的亲人我都想不起来。你知道？我？就是你的亲人吗？你是我唯一的亲人。为什么？他是共产党。王信明已经把过去的一切都忘了，
他现在跟共产党没有一点关系。我知道他救过你，你想报答他，可以啊，我们可以送他洋房汽车，他有什么要求都可以答应。可就这一条，他要和你结婚，绝对不答应。爸爸，现在不是他要和我结婚，是我要跟他结婚。婚姻大事不可草率行事。我不是一时冲动，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小梦，你相信爸爸的眼光，他跟你不是一路人，你跟他在一块儿不会得到幸福的。你再冷静一点，再好好想一想。爸爸，从小到大你就很少关心我，我几乎没有对你提过任何要求，但是这一次我希望你能够满足我的愿望，就算我求你了。你有任何要求我都可以答应你，可就这一条。这么多年还真的没有哪个男人让小梦动心过，现在总算出现一个，真不容易啊。我就奇了怪了，怎么偏偏喜欢上这么个男人？他们毕竟是生死之交，和一般的感情不一样。你以女人的角度帮我劝劝，天下的男人有的是，他真要想嫁出去，我给他介绍，保证都是最优秀的。这可是你儿自己挑的，你要是反对的话，你也知道他的脾气。我不能弄个共产党的女婿进这个家门呐。现在都国共合作了，蒋介石和毛泽东还在重庆握手谈判呢。那都是做给外人看的，老蒋反共的决心不会变，国共早晚得决一死战。以我现在这个身份，弄个共产党搁在家里边了，还是个间谍，引狼入室。那王兴民，过去的事情已经全都记不起来了。你知道是真记不起来，还是假记不起来？我特意到医院去问过了，医生说这种情况的确会发生。医生的话你也信呐？要是你不放心，那就通过我们内线调查一下，看他有没有和中共地下组织还有联系。共党的间谍老鬼，不是。跟我说实话，对小梦使用了性手段，为什么潜入我的家庭，带来了什么任务？不说实话，我就毙了你。我没有任务，我谁都不是。实在不敢把小梦交到你的手上。我知道你讨厌我，怀疑我，恨我，我就是喜欢小梦，我想娶她。你不用给我编造那么多莫须有的罪名。你们家要是不欢迎我，我现在就可以走。
新明，吴姨，你看见新明了吗？你爸找他谈点事儿，带他出去了。有什么事儿不能在家里说，非得出去说呀？爸，新明呢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？你不是跟他一起出去了吗？说完事儿他就走了。走了？你去哪儿了？我不知道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跟他聊什么了？爸，你别不说话啊，别假装不理我。不想说这件事。你把王新民还给我。老潘决定离开顾家，顾少年的态度，更重要的是，他不希望给顾小梦带来伤害。今天顾少年的质问，让老潘不停地拷问自己到底是谁，到底有过什么样的经历，老鬼和自己到底有什么关系？种种疑问给他带来难以言状的痛苦。呆子，呆子，你要去哪儿？为什么？不为什么。爸爸今天跟你说什么了？哎呀，你们之间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告诉我，你说话呀！我相信他，他不会骗我的。我是怕你受骗。谁的借口？你就是怕别人说你找了一个共产党做女婿，你就是为你自己想。我的钱都为了你。你让我给你一次机会，我给了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又怎么了又？奶奶，我对不起你，我走了。哎，谁让你受委屈了啊？谁欺负你了？赶紧给你做主。那年轻打王新明，差点把人打死。你这是干什么啊？妈，我能真打他吗？我就吓唬吓他，我要真打他不就死了吗？你还能真打呀？你把我一块打死算了。吴姨，我爸的枪呢？你把他枪拿出来，你打死我，你打死我。这个家也不是没法
白眼。小孟，奶奶跟你一起走。妈，你这是奶奶，我来给你收拾行李。总算把一老一小都安抚好了。明天一早啊，我答应小梦，把王新民给接回来。哎，到时候你就跟他道个歉啊。我道什么歉呢？你不表态，小梦还得走。谁让你答应的？行，我不管了。你自己看着办吧。这孩子像他妈，太固执。我看就像你，你还不固执啊？我觉得你今天做的是有点过分。我必须得这么做。现在他不理解，将来就理解了。别忘了，他不是普通的共产党。是条鬼。你现在已经拆散不了他们了，要想把女儿留住，就得接受他。你要面对现实。那我怎么办？同意他们结婚？那王新民在你面前露出破绽了吗？没有。不露比露更可怕。我给你出个点子，中美合作所给我们上海站配备新的设备，我觉得能派上用场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还记得那台里德多普瞄记仪吗？就是可以进行心理测试的仪器。测谎？这可是美国人最新研究的玩意儿。你不相信王新民，难道你还不相信美国人呢？小梦不会答应。小梦那儿我去做工作，不过有个条件，如果王新民测谎通过的话，你得答应他们俩结婚，否则这个僵局永远也解不开，这个家也太平不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王兴明。你是哪里人？我忘了。你过去结过婚吗？不知道。其实顾小梦，多长时间了？记不清。好。我们现在正式开始。对所有的问题，你只需要回答是或者不是。你是不是对过去的事情完全记不清楚了？我怕的是什么？我是这样的话，请你告诉我，我做过什么？要是会伤害到人们，我自己就会离开，我现在就会离开。乱七八糟的事，你自己清楚。如果你还想和顾小梦在一起的话，这是最后的机会。你现在退缩，没有人能帮你。
谢谢。那我们重新开始。你是不是对过去的事情完全记得清楚了？是。你是不是喜欢顾小梦？是。现场的情况已经看到了，检测报告证明他是真心实意的喜欢小梦，这件事背后没有阴谋。这是我们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内线提供的材料。怎么说？老鬼已经有一年多没有和共党组织有任何联系。糟糕，我好多问题我都答不上来。你今天表现得特别好。你奶奶和吴姨都在楼下等你们呢。你又要玩什么新花样啊？你们的婚礼全家是不是要商量一下啊？你同意了？不过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王新明必须加入军统局，就是履行了手续。我不会派你什么任务的。戴子，你愿意吗？做一个普通的人。我太太还有小梦都在组织，我希望你真正加入我的家庭。怎么了？我害怕。你别怕。别把我一个人抛下。不会的。你发誓。发誓。我记住你说的话。我不会放弃的。我王兴明的生命从现在就重新开始了。只要我们两个厮守在一起，我永远永远愿意当一个呆子。
残酷地拉回到了从前，把那些无法弥合的裂纹，却化成了一张巨网，紧紧地将老潘缠绕、捆绑、收紧，让他无法回避。坚强的老潘轰然。 先生，请问这是四弄五号吗？对，我们谢谢。哎，你找谁啊？
我找韩主任。我姓王。王姓明。韩主任。嗨，我已经派人到前门去接你去了，没想到你从边牧进来啊。但是您给我的地址是……哦，欢迎欢迎。哎呀，到底是顾先生的愁容快喜，果然是一表人才啊。厉害，在大道同行社，上海风社的编辑部，走吧。初来乍到，以后还请您多多指点。哎，这个这个，顾先生现在可是在老婆中心大户了，你搭上了这条路，在局里的前途无量的。哎呀，互相照应啊！嗯，来请，来来，谢谢。韩主任，那我的具体工作是？什么事情都不做？你跟我开玩笑？你看我像开玩笑的样子？那咱们通讯社到底是做什么的？发新闻。不过我们发的都是那边的新闻。那边？延安、莫斯科，凡是有共产党地盘的新闻。都归我管。那怎么办？咱们派记者到那边去采访。我们的人要是能到那边去采访，那老板早就乐开怀了。问题是根本进不去，共产党那边限制太严了。新闻怎么发呢？我看不到。都开始哭了。中共内部派系斗争，陪着我。这就是塑料台代表。中共秘密，阻碍国家主权，那不就是造谣编瞎话？哎，话怎么这么说呢？听你的，我们也是跟美国人学的。局里行动处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心理作证队，大部分稿件都是从他们那里传过来的。那韩主任，那我具体能做些什么呢？何尝出看报纸。老潘非常清楚，顾少年如此的安排，无非是将他冷冻起来，既不让他感觉到不被信任，又能在群众组织的监视，同时也不可能接触到任何的秘密。当然，这样的处心积虑也没有让老潘感到焦虑。让他失落和感到不安的是，几个他曾经活动过的秘密联络点都已经撤掉了。老 K 同志已经切断了一切同自己联系的渠道。也油然而生，他觉得自己还在组织的事业中。老 K 同志何时才能与自己联系呢？好了，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争论，在没有搞清楚老潘同志的真实情况之前，一切结论都为时过早。光头啊，你的任务是继续留意老潘的活动范围，注意千万不要被他发现。老虎啊，去舞厅找眼镜做好准备。我估计啊，老潘在玉德池找不到我们的人，一定会再去舞厅。那时候你们可以接触他一下，必要时做些试探。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啊？今天第一天上班，感觉怎么样啊？
喝了一肚子茶水，抽了两包烟，上了三四趟厕所，几份报纸翻来覆去都快看烂了，过了一整天，能怎么着？要你这样的人坐办公室啊？换点职业好了啊！替我谢谢你爸爸，他肯定以为我脑袋坏了，煞费苦心的找了这么一份我适合做的工作。爸爸也是为了你好，你伤刚好还在复原当中，心疼你。他心疼我，我可受不起。说到底啊，他还是不放心我。这眼皮子底下安排这么一个不疼不痒的职位，坐吃等死呗。这么说我爸爸呀？我就这么说了，怎么着吧？进来。小姐，老爷请您和姑爷下去吃饭。知道了。怎么这么不好啊？看来真是憋坏。老潘当然无意伤害顾小萌，他只是在寻找一种方式改变自己的被动状态。这个计划渐渐的形成。来吧。烫。我都累了一天了。知道你心情不好，派你去通讯社做办公室，确实大材小用。改天我再跟爸爸好好说说，给你换个位置。你爸不会放心让我摸枪的，他怕有一天你会拿枪打的。这是什么话？别忘了，你爸曾经拿枪打过我。好了，不说了，你早点睡吧。这男的肯定休息好，老说梦话。说什么梦话呢？一惊一乍的，不知道你说什么呢。那我干脆还是搬到书房去睡，晚上说梦话会影响你休息。你疯了。那我应该怎么办？待在这里闷得慌吧，出去溜达溜达。嗯，带上这个。咱们公社是局里的卫卫单位，出门的时候带上它有用。但是你可别小看了这枚证章，带着它就证明老子是军统的人，到哪儿
你要照顾好我儿子，我要你活着回来，而且还得完成任务。我又没什么正规干人的事儿，我在外面碰到我。我跟我们通讯处的韩主任。是一个新开的分馆，是吧？是啊，喝呀！猜怎么着？没人，没人收我们的钱，因为我们是，因为我们是戴老板的人，因为我们是军统局的狗特务。受不了了，我现在我都在骗人，我受不了了。你骗谁了？我现在的工作每天都是在报纸上编瞎话骗人。编几句瞎话骗人就受不了了，这么大委屈，以前你不是这样的啊。你说我以前什么样的？怎么了？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啊？现在只是权宜之计，以后一定会对你委以重任的。别难过啊。
你的儿子进来。无疑，还是你了解我，行不行啊？绝对不行。问一下，如果王新民看到了儿子，勾起了对过去的记忆，万一他想起自己是共产党，你该怎么办？一时间，顾小梦想不出如何能帮老潘了却不如意的工作带来的烦恼。敏感的他也隐约的觉察，结婚之后他的孩子有了某些变化，这是他自己担心的。通讯社的工作还可以吧？你好，多谢您的关照。看样子好像不是挺好啊。原本在乡下做管活的，现在让我整天待在办公室的公司。乡下人熟悉这种待遇。新民是个握惯枪把子的人，好动不好静啊。哎，警备司令部的稽查处不是属于咱军统局管吗？我看在那儿给他安排一个位置挺合适的。宋处长是你的老部下，还不是你一句话的事儿。现在是和平时期了，仗打完了，要能帮他干什么呀？不是还有共产党呢？无疑，马歇尔进来中国调停国共内战了，军条不宜成立，眼看着就要签署正式的停战协议了。哼，美国人，他们把自己当上帝了。中国人合纵连横、勾心斗角的时候，他们还是没开化的野蛮人。中国人的事儿，他们搞不明白。那您刚才又说仗已经打完了，到底什么意思？哎，是。带老板到上海，让我去一下。啊。妈，我有公事，你慢慢吃啊。什么天大的事儿，连顿饭你吃不消。少莲这段时间的确很忙。中美合作所要在上海设立办事处，戴老板亲自任主任，有意让我们家少莲过去当副主任呢。太太平平的日子不过，好好的生意人当什么官？我是不赞成。少莲这样兢兢业业，也是为了党国的利益。哎呀，你可别给我讲这大道理。我跟小王啊，我们都是乡下人，听不懂。顾少莲说的没错，北平的军条不成立了，国共的停战协定也签署，多个军条执行小组也被派到了。老 K 同志作为中共代表，也随军条执行小组驻扎到了嘉兴。在记者会上，面对国民政府代表无端指责中共频频挑起事端，破坏和平进程，老 K 将从酋长大火中抢救出来的日方机密文件展示众人，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。面子丢到了，奇了怪了，这共产党真是神通广大，这么绝密的材料他们居然能搞到手。我瞧瞧。嗯，哎呀，他两天顾先生的日子一定不好过吧。这个事情
跟顾先生有关系吗？听说顾先生在老板面前信誓旦旦，保证把那笔材料已经全部销毁了，可偏偏这个时候他又冒了出来。怪不得老头子这两天气色不好。请了灵驾回去好好陪陪他。老 K 的公开露面让老潘心中狂喜，他一边应付着韩主任的牢骚话，一边暗自打算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到嘉兴寻找组织面。我想出去散散步。好啊。嘉兴什么时候去啊？明天就去。后天吧。我也想去。我死了再给你扣死。是我自己去吧，我都是随便转转，一两天就回来。那我们明天就走。大不了打电话。顾小梦的同行自然给老潘的行动带来不便，心底的迫切心情让老潘无暇顾及，为了与老 K 的进一步接近，连日来不被信任的委屈与痛苦也烟消云散。老潘又活了。他们情绪很慢。条件简陋，委屈二位了。这还算简陋啊？你这完全是假客气嘛。这儿以前是围产，被没收以后就成了军统局的招待所。郑局长前两天过来视察，住的就是这儿。郑建明上嘉兴做什么？这不是为了军桥吗？军桥小组现在就驻扎在嘉兴，咱们来的人都住这儿，美国人的代表就住在后面，共党的代表住的也挺近。丈夫的目标是中共代表吗？顾小梦感到疑惑，不敢正视这个问题，但他觉得他的代表日渐消失。觉得这儿怎么样？挺好。说实话。说实话，还真不如咱们以前那破房子。我就知道。走吧，故地重游一下。走啊。顾小梦从心底希望老潘的行为令他上心失望，痛苦的他不忍面对自己。哎，干嘛呢？哦，自己人呢？
不能代表我们动静。没什么动静，他们在里面钻暖被窝，我们却在这喝风。去那边转转。我们彻底检查过，你怎么进来的？就凭这玩意儿，你们门口还有放哨的小家伙，是我们的人，估计要好几个小时才能进来。我陆续听说了一些诡异的情况，不知道你们，因为我把所有跟你有关的联络方式全部切断。我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了老虎跟光头，老虎跟我汇报，这家五星作为联络场所也被取消。这个问题应当是由我来问你。我在报纸上看到你的消息，你把负伤以后的情况从头到尾详细的分析。我只有一点。女人的敏感让顾小梦自信老潘是爱她的，多次的以命相救可以作证，而职业的敏锐又将老潘婚后的变化清晰地摆在面前，理智与情感残酷地让顾小梦开始了自我谋杀。他怕战胜情感，只能选择回避，视而不见，故作无知。但他也知道这样的危险，你的情况很特殊，我会向上级领导汇报。
你耐心等待回复。在此期间，你只保持和我的单线联系，不要和我们这边的其他任何人接触。我和顾小梦结婚前，顾少林逼着我履行了加入军统组织的手续，是不是应该退出？你现在是军统的人，这是一个很好的身份掩护。如果能够进一步的接近军统组织的核心部门，对你今后的工作会更加有利。好，那我就想办法调到警备司令部的其他处。军统的执行军工单位，什么事儿都能沾得上边。我如果有急事找你，会安排老虎同志做我们之间的联络员。还有一件事情，我要向组织上请示一下。嗯，我和顾小梦的关系，只是我给别人的印象。小梦，顾小梦也是军统的人。既然我已经恢复了身份。我想我们俩不应该生活在一起。在这件事情上，组织上不会要求你必须做什么或者不许做什么。我个人认为你应该记住八个字，严守纪律，顺其自然。这是一种磨练，对你也是个考验。我希望你考虑问题能够从大局出发。你我都是革命同志，我们现在还没有资格考虑个人的情感问题。你还相信我吗？以你的经历，你不应该问这样的问题。我从来都没有放弃。老师的话很有意味，也耐人寻味。规律的基诺没有在老潘的心里痛苦和迷茫，却你去哪儿了？想啊，小跳，
我出去找了点酒喝。最近为什么总是喝酒？酒是个好东西，你想他，他就过来了。有什么心事你可以跟他说，比人可靠多了。你干什么呀？我受不了你这一副自甘堕落的模样。我喝点酒，我怎么了？你是不是想离开我了？你怎么？你怎么突然说这种话？是不是？我从来没想过离开。说的这么勉强。胡思乱想什么呀？你还记得我是你老婆吗？你在做这些愚蠢的事情之前，你想过我的感受吗？哎，还能是我。陈空半夜醒来，你不在旁边，我肯定也会着急找我的。这个没事。记得。不会把我一个人抛下的，对吗？不会，你不能骗我。我不会骗你，我永远都是你的太太。我不希望我的孩子我都没有爸爸。你想要当爸爸吗？老潘真的呆了，老潘的反应归零了。人之天伦的降临，在老潘看来，却已经变成了残酷的现实。听错吧？没错，你要当太姥姥了。大喜大喜，这什么时候啊？怎么不早说呢？我也是刚知道的，想先跟新明说，然后再告诉你。哎呀，我连做梦啊都想着抱重孙子。小王这孩子还真挺有本事。奶奶，没说什么呢。小梦啊，现在这个阶段最重要了，得要仔细检查。嗯，我认识一个美国人开的诊所，回头我带你到那儿去看看。哎呀，那外国人的那洋玩意儿我有点信不过，我看还是找咱那国医大夫开几副汤药。宝宝，您这都是老派想法了，现在生孩子请洋大夫更安全。
是啊，这会儿啊跟从前是不一样了。你就说这女人吧，整天就在外头跑，那没生过孩子的弄得就像还真生过似的。行了，我不说还不行吗？小梦，你自己选择吧。爸爸，郭先生，戴老板的飞机摔了。是一滴良药，他帮了老潘的忙。连日来一个声音常常出现，好像是李明玉，也像是林迎春，更像是老 K， 但他们说的是一个内容，为了我们爱的人战胜自己，为了更多的人，老潘需要战斗。就在刚才，顾家婆媳的一番对话引起了老潘的注意。顾先生呢？怎么还不来吃饭？在书房接一个重要的电话。他没在书房，刚才我让阿娥去找过。老潘敏锐的觉察，书房里一定有他所需要的。
24小时停止，你的数字有18。我说实话，被小梦骗了，钱我家族干了什么任务？陆雨动，举手来。陆雨动怎么举手啊？讨厌，你去哪儿了？睡不着，出去走了走。你有什么心事？哎，你别抢我背了。你有什么心事？主要是我要当爸爸了，我这心里边有点紧张。当爸爸了应该高兴才对，谁像你似的连个丧模样都没有。可能是我天天在办公室待的都给憋屈坏了。戴局长一死，军统局马上要重新改组了，趁这个时候跟爸爸说说给你换个工作。上次无意说让我去警备司令部的机场处，想去哪儿？我主要考虑去哪儿行动上能自由点。可以随时回来找我，我说好件事。你做什么我不管，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。